大家好，我是元泰科技研发处的处长辛哲宏，以下为各位说明电泳运用的这个技术。那么电泳运用的技术呢，主要呢就像我这边所拿的这一块呢电子纸一样，它的这个上方的部分呢是所谓的这个电子墨水。那么电子墨水本身呢，利用所谓的当中具有的黑白粒子，那么我们经由特殊的方法呢，使得这些黑白粒子呢带有这个所谓的正电荷以及负电荷，然后呢再将它呢包裹在一个所谓的胶囊里面。那么这样子的胶囊呢，形成了这整片的这一个电子墨水的这个薄膜，那么作为所谓的前板。那么它呢，如果加上我所谓的玻璃跟所谓的电晶体这样的一个背板的这个线路，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所谓完整的这个电子纸技术，就像各位所看到的。那么我可以利用呢，通过不同的这个讯号呢，让它显示不同的这个影像。那么这个是有关于电泳技术的这个原理。那么呢，如果说我们把它的这个背板的部分呢，把它取代呢，以这个软性的塑胶的这个方式的话呢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，那么它呢，它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，而它的背板呢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这个玻璃，而是一个这个软性的这个塑胶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显示器呢，就我们的目前的调查呢，是更接近这个纸张，更接近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书本的这个阅读，那么也是更受到人们的喜欢，也会让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这个气氛或者情趣上面呢，再更高一些。那么这是有关电子纸目前最新的这个发展。那么当然，除了所谓的电子纸呢，作为这个软性具有这个柔软度之外呢，我们也考虑到，当一些幼儿的这个应用，以及这一个所谓的报章杂志有图片的方面的应用呢，那么彩色的方面呢，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项目。那么因此呢，如果说我们在电子墨水的上方呢，加上一层所谓的彩色滤光片 （color filter），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，可以使得我的这一个所谓的电子纸呢，呈现一个彩色电子纸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，也会有帮助于我们呢，在阅读一些具有图片或者是杂志类的东西呢，它会有很好的这个阅读的这个效果。而所谓的彩色滤光片呢，它指的呢是具有这个RGB 红色、绿色、蓝色这样子效果的这个话术呢，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上面呢，维系的这个分布整齐的这个排列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，会使得这个黑色、白色以及这个灰阶呢，由这个所谓的电子墨水来控制，而所谓的颜色的部分是由上方的彩色滤光片来控制。那么因此呢，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呢，可经由这些呢，使我们的眼睛呢看到，就像你所看到的这个彩色的这个杂志或者图片一样子，那么具有很好的这个效果。以上是我的说明，谢谢。